他们俩都让你们分手，好像你却并不伤心，是吗？喝古方红糖，真情六十秒。听你说我之前的一些毛病啊，还有老师们的点评，就感觉真的回去该好好反思一下我自己，
如果就真的这样继续下去，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行的，就不管是跟谁都会长久不下去，就我这样子的性格，所以我会慢慢改。你这样的行为就是会弄得我现在很矛盾，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已经乱了，可是我想着的就是只要你在对面，我心里就会安心一些。请亮灯，回吧，两位，请回。来嘛，来嘛。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看懂了吗？我把他那句原话拆分给你听。老师们说我说得很对，因为我对感情没有那么成熟，我这样下去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跟我长久，我会改，是他的原话吧？这里面说到你了吗？对啊，那个意思就是我错了，但不是对你错了，而是我的生活态度错，我要重新开始。你学会他，这小子有万般不好，有一点会反思啊。还有什么话跟小男生说吗？别犯糊涂，这是好事，他对你挺负责的，他告诉你那样不行。不管今天结果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不希望以后跟他变成陌生人的人。听明白了啊，回去吧。